不用了，给我是要买两块钱。你最好哎、欸，这要插板电插板啊！不用了，给我是要买两块钱的。喂，我们都喊头发。你最好哎、欸，这要插板电插板啊！好，我们学球。对啊，你们要玩哪一个？玩哪里？我没有。太强了啦，有在偷练呢。我们已经三分了。你们这组跟那个洪俊他们那组有在拼哦。快走给我，拜托，快走快走给我。是谁你累了吗？快开我播了。哎，先生你手受伤吗？我要录一下，拜托。我叫他们换班，四分吗？还是三分？我们四分。够好。
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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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这个是谢承恩的七号球，这是我们的广告简介。来，这个是七号球。就是你还有被插萝卜的？哪有啊？我拜托了，拜托了。让我撸，我撸你。来，下课。危险动作！危险动作！危险动作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郭屁屁，大姐，中天电视台报道了，请看，连男生也在玩，还有一个三年级的小妹妹，好，我们来访问她。请问你的感想怎样？你想，你喜欢我吗？不，他要戳我们的镜头。什么？他要做什么？戳戳镜？老师一顿在实行危险动作。不必要。等一下，中天电视台为你报道出。好，撑住哦。不要，危险动作，一定会有人受伤，真是的。他撑一下，知道力量够吗？我们记者交还给彭磊。我们将镜头交还给彭磊。我们就去。怎样呀？要换，要换个地方，要换个地方。快点站过去。我们交了一个非常运动又非常赞的人。这里让让我们前到，请尽量学危险动作，不学你也敢扣。可是呢，有一个非常赞的专家，我请你们来。你看，就是他。好，慢点。翻下跟斗，对，去那边翻，要不然就趴下，对，趴趴趴趴下，这样我们才可以继续录影工作。对，也会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请。不要，我不要录模拟卡车。哦，好吧。快点，侯大姐。我帮他，他不会怎样。快一点，不会一点感觉。不会，我帮侯姐你来呀。侯姐，快跑！快点，拜托啊，侯姐。他怎么？我不小心，红姐趴下，红姐趴一下，趴一下啦，趴一点。阿笨就看侯雨桐，不要，老师看最强的人，直接是这样。然后我们要远一点拍才拍得到。那个就是我们专家红姐，对啊，放枪没有呀。倒挂，这样是有什么感觉？没有感觉，你踹到他了，踹到了。哦，才只是一幕。